日元狂贬加上通胀飙升，万物皆涨，只有薪水唔涨。甚至疫情过后，薪资缩水，导致越嚟越多喺日本工作嘅越南侨民不堪负荷，甚至食饭都系种奢侈啊！必须要靠食青菜、鸡蛋同埋公仔面为生。爆发集体返乡潮，有受访嘅越南侨民表示，佢认识嘅人当中，十个有八个已经回国。只要将出国工作制嘅债务偿还完，佢都会翻返去越南。